你真有毛病了，10块钱美食已经多钱了，非要到大夜的这会儿就挑苦吃。你是吃多一口也不少吃，做的这些我吃的多，你就一点不会算账。这出来出事以后呀，我告诉你，就是脸，回去十片面膜捂不回来，我说给你。啊，你也不说来了，想回吧？这就做这点营生，我就这个样，我也是发了。哎呀，你看看那苦菜，哎，米都米，赶紧来吧。哎呀，就是有点费劲儿，老刘。哎呀，弟宁，你说这条是回去给你搬山担、走高撇子、搬苦菜不香？你说哪的？厂里回的。不知道。啊。这也不多能吃多少，一共吃这两个袋，你看看这。好自由啊，你先想想回去咱们娘咋吃嘞，咋吃我也不想吃它，我不好吃这。这是咱们挑完苦菜的地上，咱们是不是就不用讲了？这是哪位先生跟你说的这话？挑完苦菜的地就不用讲？那跑完那不就爽了呢啊？别问我这干个问题，我真不想回来。这是铁锯还是苦菜？苦菜。为啥他就没铁锯？因为他祖祖就是苦菜，所以他就长不出来铁锯了。哎呀，十万个为什么来了？你给咱们写出来做他点营生，完他俩像苦菜。十万个为什么？我除了费体力，我还得费脑子嘞。咱们是不得挑，得挑啊！出来其实挺好些苦菜地，咱们也走了好几十里地，想见的这个苦菜地吧。你有毛病了。再来个我铲起来了，你使吧，不能使劲点，我没铲苗可费劲了。哎，下了球，放碗了，碗不响了。哎，坏了坏了，回去还是有奶粉的，还有这个，也不得搬，一咋穿的不得也不得搬，可坏了。哎呀，好烦。来的时候大好风，真好挑了，没风了，毁呀、啊，挑不到了。哎呀，这个地点我知道了，你们谁想知道，到评论区问我去。大命的，人家别人拿着卡大的袋来挑苦菜，这还还1块钱一个，走一扎高个袋。哎呀，管他呢，活也是一天，毁吧。哎呀，家人们，我今天怎么了？你们看我的水果。家人们看见了吗？我的手这是还要用这个手还要给他们做饭呢，真香呢。小苦菜到这儿，这家伙这个剪子也可麻烦了，挑是一回，哎呀，下回那么我看自己打圆就不得了，挑不是那。给你打除臭剂。洗一洗。啊，我洗去，这是洗去的。哎呀，这还得洗。先给我炸了，翻个板就行了。这两天这苦菜可难了。老刘，今天吃这个饭，你知道你该干啥工作了？不难的我也知道。行了，拿水泡进去吧，还能下泡泡苦味儿。这米没啥了，一
做到这一步的，我知道吃啥了。对，你不晓得没错，就是那个饭。今天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。我觉得来这儿看书去，今天我都感觉有点陌生了。我在这儿给我五天不来了。今天在梅姐，啊，回来了，我们回来了。嘿嘿，一回来就有点都不装逼了。我见你那个手领领那个背的穿的挺水嘛。去了总兵当三道好个媳妇，结果女的比较少。回来咱们还是吃狗啊，每天专门就是三道臭鸡、黑心、垃圾饼，就嚼的黑。我这样吃这个脸蛋不一样更大，就是了，不这样吃的脸蛋更大了。我吃起来没吃多的。这吸这个火火火的。哎，最后吧，哎，好走。搞个头还去了，给他。这是不是有点翻白马眼的？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想沾点米粕。我发就是挺鲜艳，沾点米粕香很多少。为了出这一顿饭。放肉了两天，兄弟们，干饭吧。拌鸡蛋，拌苦菜，拌山蛋嘛。苦菜汤才是精华。咸苦菜真苦，这可得都是苦菜压压没有。苦菜压压我另外个。这个小串多少钱一把？八块钱。六块？六块多。哎呀，还过了一万零一，看汤喝多。每天白天吃的，你就都是饭店的饭，回来吃俺家的饭，就比较弱干。咸苦菜嘛，真能的哇。虽然说苦，但是真香。这就是昨天那个人不让我挑苦菜那个人。哎，家人们赶紧看看哇。我见你沾娃娃卷。哎呀，一点不好吃。你就买菜的吃哇，嗯，勉强的吃这个，嗯，就是不上来没人喝的，管他，你就能勉强的不肚子填饱就行了。这至多你哥是收外去了，老刘。西周是每天必备的，其实。嗯。